走。先好了。我会签，是因为我知道小西米跟着你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我不要你的钱，因为我不是卖孩子。没人说你是卖孩子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不要你的钱。我会比任何人都努力生活，堂堂正正的回来看我的小西米。还有，还你。陈嘉欣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跟奶奶说的。停车！你干嘛？你不用送我了，我就在这下车。奶奶说让我送。奶奶不会知道的。你不是不顺路吗？你是在生我气？没有。你说的都是大实话，只是口气冷了点，太理智了点，不近人情了点。你说的都对。你明明就是在生我气。同样的话，你不这样讲我也可以听得懂，可是你偏要挑最次的方法讲。我知道，你是想让我早点看清现实，可是我连心里默默不舒服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也不是没有。那我走了。